看来赵总这一夜是想通了不少啊。职场嘛，还得勤思考，不要以为傍了一棵大树就能一劳永逸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呀，我就是觉着吧，靠着男女关系得到的位置不牢靠。我这一回公司就听说赵总和集团太子爷的绯闻吵得沸沸扬扬的，一开始我还不相信呢，真是令我刮目相看了。宋总，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，有些话我必须说清楚。赵总能坐上总经理的位置，都是凭他的能力换来的。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，靠和我谈恋爱上位，那我做梦都要笑出声来。我承认，我确实喜欢赵江月，但这份感情是我单方面的，他从未给过回应。我绝不允许有人当着我的面抹黑他，重伤他。